到了，到了。喂，你们知道我们要去哪儿吗？对，已经到了。那来吧，走吧，下车吧，马哥。上一次翔哥上次吃火锅什么时候？去年吧。这样呢？我呢，就是也是去年，但是比较晚一点。我是去年12月。我也差不多。不是，我们上一次不是在宿舍里吃过一次吗？啊，那个，我意思是在户外吃的。户外吃，就是在店里面吃的那火锅。户外啊，嗯，哦，也是去年。哦，厉害呀、啊！难搞哦，好几年没吃火锅了。哎，这会儿已经吃完，回到宿舍了。然后本来还想多拍点菜的特写什么的，啊。结果发现大家吃饭真的都太猛了，就是前一秒还在拍那个肉，下一秒它就没有了。对，所以就我最后也加入了这场战斗。嗯，最近降温了，对，然后就是吃点这种热气腾腾的东西特别舒服，尤其是在训练完一天然后特别饿的时候吃这种，哇、哦、感觉好香啊。不知道大家冬天的第一首选会不会是火锅。对，我是吃番茄锅一定要配虾滑，虽然它有点不太好夹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有勺子。对，然后今天吃饱喝足很开心，然后我就要去睡觉了，晚安。